算他们做直播。那他们也直播了吗？行李箱，然后问题是他真的是行李箱的老板。问题是他不是行李箱的老板，他真的是行李箱的老板。没有，他是对，他是行李箱的老板。他是把他们也你们也做直播了啦，我觉得不要给钱，你们叫你们请他是给钱你们赚。我头很痛，你明白我讲吗？他不是帝王的人，他是帝王，就好像我这样，我跟他是朋友，你明白吗？哦，哎呀，你，哎呀，我是你要明白耶，他真的是老板。来，你要打他是吗？我骗你们是吗？你要打？我骗你们吧？你要打是吗？啊，一零零。你那天没有给我星星钱啊？关掉。你逼着我们给你那个 OD 的钱，我们早都跟你讲了，做工的钱是做工的钱。你逼着我们讲那个 video， 我们还在拍着，我们是留一点面子给你，没有放你在网络那一边，你还一直讲。如果你讲吗？我没有，那天晚上直播明明有星星，没有给到我星星钱。没有星星，哪来的星星？我有答应给你星星吗？我星星，有那天有答应我给我星星。我几时讲我答应你给你星星？你敢不敢？啊！然后出来外面，我这么帮你，你出来外面啊，白眼狼啊，反过来咬我啊！啊！对啊，不给这样讲、啊、这么不可教的女人，你不要欺负我一个小妹妹。我欺负你，我用心帮你，你这样做啊！对。啊！出来外面就来报警，报了，叫没有没有没有认真报警吗？有警察过来这边，你看，哎，你们昨天晚上你欠我，你们两个给我不要跑，你们两个我站在这边今天。哎，你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样子？我真的不懂这多了呢。为什么这么多人来？对呀、啊，我真的不懂这么多人来哦，这是真的，我最近讲哦。今天是。我最近讲哦。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哦，我不懂为什么今天变这样子。嗯。做什么人来？哦，我真的不懂。怎么你们要？哎，现在是我联络他，怎么现在全部变这样子？哦、对。那我会变成什么样的吗？是我联络叫他们来的，你懂我会变成什么吗？对。Hello， 阿咪。Hello， 阿咪。你过来就你过来啊！你现在过来，现在直播。刚才你在我们的那边，你现在过来，你刚才你在我们地方，你过来。没有，现在因为是我叫 Adnan 来的，现在这么多人，等下他报警抓我，你来叫我们回，来叫我们回。现在药王他们也过来了。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讲？骗你们。OK。没有，真的，我们完全没有。我真的哪些关系这么想骗我？我只找你两千块钱，这么想骗我？两千块钱很多，你现在你要补我的钱，四千块钱。你这样子做，艾德琳还敢相信你吗？你帮药王，帮帝王。我们根本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发生了。叫车回。我只拿两千块钱，这么划算这样子？叫车回啦，叫车回。现在是你们帮药王，帮帝王，然后没有，我们自己来，关他们事。你们讲懂这个地址？怎么讲乱拳？现在？等下，然后叫我们警察来。叫人帮我报警！叫人帮我报警！现在关掉直播，叫人帮我报警。怎么讲多人来？现在？OK 了，不关你们事，是关你们妹事。哦，关，我下线了。重点是现在人是我叫来的。